时间快到了，我该去上班。我为什么要上班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哎，上了一天的班，累死了。工人的生活实在是太累了。哎，这个衣服好像是昨天给我钱那个人的衣服，难道是因为这个钱包？钱放在了这个包里，然后我就变成了它。原来这个包是一个有魔力的包啊！那我明天一定要找一个有钱人，把他的钱放在这个包里，那样我就变成一个有钱人了，哈哈！哎，今天一定要找一个有钱人，然后把钱放在袋子里，我就成为有钱人了。这个人看着没钱啊，不行，我不能要他的钱。钱人的生活都是靠自己努力才得来的，我也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。